来玩这款游戏，对魔人 Go Go Go。好像维修了一两天吧，今天是能进去了啦。对魔人已经变成 Q 版喽，可以在 QOO 平台用安卓手机进行下载的。哎呀，好可爱哟！虽然它是上个礼拜推出的啦，不过因为它又维修了两三天嘛，今天玩的话是刚刚好。喂，弓箭传说的玩法有没有什么敌人奥义？做得很好啊。可以。哎，我长得好可爱哟。这是什么 ？Mess 就可以交换角色。近距离的话，回旋斩。好啦，这样就算攻略结束了吗？来，这边是装备。好，强化。毕竟是弓箭传说玩法嘛，所以这一块的话很容易就上手了。就算是日文，也应该没有影响了。礼物，5000金，邮件。哎呦，好像给了不少好东西呢。那这是什么？商城哦，好看广告的。再来呢，这边就是任务奖励啦，见面算是相当简单的，好吧？我有3000哦，开起来。这是单抽，有没有10连抽啊？初回10连，就是这个。叮叮叮，紫色的手枪，这里再抽一个，借我抽一下。哇，共估好啦，我们把它装一装吧。用滑动就行了。装备，装备。这个是无法的吗？这个嘞，这些都还没有解锁啦，我的嘞。那，戒指可以，还缺一个，是鞋子吗？还是像，这次还没解锁。好了，那我们武器强化一下吧，就可以进去里面。不行嘞，还不行哦，不能强化。算了，我们先推关吧，毕竟连一关都还没打了。前面只是新手教学而已。来了，我们先来一个连锁。看广告不要。连续射击，这样子我就输出很强了，双倍伤害外加敌人之间的反弹扩散。来看一下冰好了，吸血攻击力强化。这输出爆表哎！来，然后这个反弹，双反弹，一个是敌人间的反弹，一个是墙壁的反弹啊，再加贯通，基本上这局已经稳了，我的输出一定很强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知道了。这个弓箭传送玩法，你知道这几套，你就会变得非常强了。这时候加个扩散好了。经验值获得增加，暴击强化。暴杀暴击提升吧。还可以分裂，分裂。好可怜的 BOSS 啊，赶快切外效。哇，来不及了，太可怜了啦。我都还没开始开秀的时候就已经打完了，这样直接等级二了。整体做的是相当不错的啦，耐玩度应该是相当高啊。好啦，这是下一关了，抽金币，来吧，进来。
我会不会是因为我那个紫色武器的关系啊？我输出变好强哦！不要。扩散。切换一下，哦，视野是不一样的啊。彗星强化，毒之阵，火之阵是什么？啊，毒手里剑之阵。好了，我们这次就让全身围绕好了。嘿嘿，近距离攻击，叭叭叭叭叭叭。嗯，左右射击哦。雷之阵呢？这样还我还缺什么阵？这也很强哎，扩散击。雷之手里剑之阵，我有用过吗？好像没有。哇，你有看到吗？切换，停止，开技能 ，stop。技能表现得相当不错的、哦，哇哈，轻轻松松又过关了，攻击力强化，分裂，分裂好了，啊，不要，我们攻击力强化。我们现在主打近距离的攻击敌火伤哦，彗星强化，提高，来，太好了，这一关好像长度比较长一点哦，还没结束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装备材料，应该不必要了。打完这一把就差不多了嘛。如果又有一个吸血的就行了，我现在就缺吸血的，因为要靠近敌人嘛。必杀，后方射击，攻击以后会分裂啊、哦，我们分裂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无敌耶、欸。是什么？我们用一下其他的。HP 回复增加。第十五关了 ，BOSS 吗？开换一下。大招。很可爱耶。这是我的女儿。好强哎！好，游戏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